受控的进香团来了，哈士奇狗友首次前进北港朝天宫参拜。热闹。艳阳高照，哈士奇热得趴在石板或躲在推车休息。碍于庙里人潮众多，毛小孩香客没进到庙里，在庙城狂拍合影，又大逛土产店。这边有饼可以试试哦。将近50只哈士奇团进团出，走到哪都引起骚动，小朋友兴奋地拍打机车。壁看狗仔的，较听话的呗，卖挑食。这群哈士奇进香团，多数主人来自北部，聚集搭车南下云林，途中在泰安服务区稍作休息。阿姐，一声令下，哈士奇有如训练有素的狗军团，乖乖听令。我本来怕司机会把我们赶下车，上车都很乖，而且都没有啊呜啊呜啊呜这样子。